名为悲鸣的灾难盘根错节地渗透这个世界，人类在绝望中失语，也在沉默中兴盛。那是伴随风险与希望的兴盛。失序者肆意地蹂躏着这片土地，人类在混乱与纷争的废墟之上渴求光明的泽皮。刺破暗潮的微光，连接生命的共鸣，他们应时而生，被赋予使命的共鸣者，紧握着薄如蝉翼的希望，他们拨开笼罩已久的阴霾，试图击碎灾难的温床。呼啸的寒风为他们吟诵胜利的赞歌。然而，毁灭的火种被再次点燃，疮痍之地再度凝起，潜藏于世界背后的暗流蓄谋着新的风暴。那些笼罩在迷雾下的余烬仍在燃烧。醒醒，快醒醒，总算醒了。这里是……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自己也不知道吗？过去的一切全是空白。空白？第一次听人这么形容自己。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？我只记得这是我的名字，至少名字是一切的起点。是幻象，在一场侵蚀这里之前，我们得尽快离开。我叫泱泱，记住这个名字。陷落的范围正在蔓延，快，左侧道路还是完好的。小心，察觉到人类的存在，幻象会化为实体发动攻击，我们只能解决掉他们。生物微尘，失去记忆还能快速适应战斗，看来你是个实力强劲的共鸣者，竟然连这个都忘了。悲鸣之后，
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世间万物都有着自己的发生，残响它是存在的本源，也是最初始的内核。像我们这样能与之共振的人类被称作共鸣者。离开这里后，和我一起去七社的中枢看看吧，也许通过共鸣终端的使用记录，你能找到有关自己身份的信息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得先处理完这家伙。不及时清理掉幻象体内的冥宿，会吸引更多幻象聚集。啊，快住手！即使是共鸣者，也不可以直接接触冥宿，一定要用冥域终端，记住了吗？被我直接吸收了，既然没有不适，还是别说出来，让他担心了。很壮观吧？这是为了纪念龙儿修建的。我们在龙沉睡的荒芜上重建故土，聚集成了今天的黄龙。不太对劲，是幻象。陈明。冥域信标能检测周遭残响波动，为人类提供预警的机械装置，激活它们后，行至野外的人类大概能获得些许慰藉吧。继续往那边走吧。暗潮涌动的那一天起，大地遭受的痛楚就不曾真正止息，但最灰败处也能开出生机的花。眼前的那座据点七社，就是我们顽强的象征。那么失去记忆的异乡人愿意与我同行的话，请把终端给我一下。终端里用来滑翔的仿生异能我已经帮你激活，迎着风的吹拂就永远到不了终点。这是怎么了？
幸好及时赶上了，你不要紧吧？无音区，完全没有收到检测提示。快离开，核心幻象就要来了。我的家伙，来吧！重复的错误，开始觉得乏味了。哼，生入微尘。难道你是在恳求我的怜惜吗？微光。风的声音在催促我远行。陈明，
你竟然从没有过敏者做到过。第一次见到能用终端吸收民事民宿的共鸣者，只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而且没想到见到无关者分身的传闻竟然是真的。不应存在之物以另一种形式重现，偶然吗？还是……但愿是我想太多了，当务之急是完成无垠区的进化才对。看到那朵黑石花了吗？击败核心幻象后，它会作为无垠区内所有活跃残响的聚合物出现。摘下黑石花，释放其中残响，无垠区才会真正消失。